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镜头对面的这条藏獒是咱们家去年从小养大的一条小母藏獒。这家伙的爸爸是土贼啊，妈妈是小美。小的时候太漂亮了，老铁们，我和大家说，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看上去你都不想走开，看了就想要的那种感觉啊，生得太美了，所以咱们家就给他留了下来。当时曾经有人出价60000元人民币给我，我都没舍得卖呀。这小家伙养到现在是刚好1岁啊，现在变了又是非常的漂亮啊。前段时间有人出了8万给我，我也没舍得卖呀。在最小的时候他就是在几千元这个范围内，但是现在长大了变得漂亮了，所以这小家伙价格就变得很高了，老铁们呐，啊。这家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沉稳，平时咬架也是非常的狠啊。你别看它是一条小母，但是打架呀、看家护院啊，那是没得说的，一把好手啊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要是你们喜欢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强烈小推荐吧，好吗？